车就是这么任性吗？台中市东区建成路大兴街口，一部货车在路口左转，竟然直接逆向，甚至还跨过停等区的机车，相当离谱。摩托车直行停在路口停等红灯，就是对向一部货车，竟然直直的插进来，不但逆向，还穿过前方的机车停等区，其实傻眼还得纷纷让路，地点就在台中市的东区。当时货车疑似为了贪快，先是逆向，又跨过机车停等区，只是为了要转进右转机车道，行径是自私又离谱。我是李依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。将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